开拓回馈社会，并且提升偏乡的医疗资源。新北市的金山再生庙是关注了两台救护车和南道馆，而每一台车内面拢包括着完整的急救设备，价值超过150万，也已经将这正旧的老车来换掉，交过南道市甲草屯镇过程所来使用。得到慈善团体爱心，南道馆长李明进是充满感谢。停止呼吸、心跳的时候，可以用这个强迫给氧，让他脑不会坏死。看到全新的救护车，南投县长李明进是第一时间亲身坐起去体验，而且一处来了两台，内面阁包含完整的急救器材。为了回馈社会，并且提升偏乡医疗资源，新北市金山财神庙是捐出了两台救护车给南投县，总价值是超过300万。我们慈善会的立场，做慈善的方向就是说，我们能够为社会出一份力，我们就很乐意能够，我们就非常乐意能够去做。对，那我们不会在意说这是谁应该做的，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台湾人民，那我们能够认为台湾人民出一份力，这就是我们很乐意做的事情。喜欢的地方，而且我们现在财神庙已经有60万的香客，当然也是有南投县的县民，所以我们也很高兴能够来到这边南投，然后为南投做一些事情。南投市草屯镇卫生所救护车拢已经达到使用的年限，准备要来替换。不过管护财政困难，好加在慈善团体伫第一时间来斗三工，改善医疗资源欠缺的问题。啊，刚好县政府财政啊。都非常拮据的时刻啊，他们伸出援手啊，来协助我们县政府啊，过了2辆的救护车哈、给南投卫生所、草屯卫生所啊，把这2辆十几年的救护车淘汰换新了、相信在对整个在急救方面病人的输送方面呢、都带来非常大的帮助哦。对着慈善团体的爱心，南投县长李明进是充满感谢。未来这两台全新的救护车将会伫草屯镇甲南投市来服务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记者张木雄采访报道。